今日是2月23号，农历正月十四，而祭祀平道释缓，聚宏生肖系龙，财运佳，有利做生意，可获客户支持。前人系男团 Big Bang 队长 G Dragon 就系属龙啦，佢旧年脱离 YG 转投新公司，点知又卷入负面风波，虽然最后冇事啊，但 G D 嘅演艺事业因此而暂缓。只不过近日就有好消息传出，就系 G D 将会同日本殿堂级乐队 X Japan 队长 Yoshiki 合作，正式宣布复出。唔少广告商同埋 fans 都纷纷表示期待 ，G D 踏入新一年就财运佳，应该好快就会再登上韩流顶端。今日幸运星是巨蟹座，桃花运强，透过小事已经可以同对方拉近关系。44岁内地女演员秦岚因为参演剧集《延禧攻略》饰演富察皇后而人气爆红，2012年同40岁嘅内地男星魏大勋传出姐弟恋，虽然两个人冇正面回应，至今仍然多次被拍到约会情况，感情生活似乎相当甜蜜。话你桃花运强会唔会再有进一步发展咧？